结果就有可能。但是怎么不可能呢？你们不在门口了。你说没有人帮你服务哎？午餐1800好吗？结果有位置了。结果真好笑。就妈妈在表演特技。所以就是妈妈的，昨天的其实都是妈妈在讲。昨天的结论就是妈妈说不行的，就是可以。哇、哦啊，对啊，你看结果2000都可以，我整个问号。要去的就是都不可以，太厉害了，根本就是魔法师。